八龙来打这一次的讨伐战，看一下感觉怎么样？来试试看。那这一次建议讨伐战要带一个转新珠的角色会比较好，因为好多新珠盾之类的技能回复啊，这边很温馨，有没有整版的冰冻珠子直接帕荣开下去，暗龙石开下去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附加效果消除欸，不过我们就先开暗龙石好了，反正先开了再讲。2800万，第八关。哦，马上来一个新珠盾，太棒了 ，wonderful。怎么办？太尴尬了吧！我的天啊！欸，这一次好像新珠盾大爆发欸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可以再拼一下欸，先把暗珠留下来好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新珠盾够，新珠好像够，再试试看。紫霞带你飞，哎、欸，新珠还天降，哎、欸，这新珠的天降量还也蛮多的、欸，哎呦，有巴戎有神秘的加成哦。第九关，话说我不知道王冠是什么技能，你们知道吗？先把那个暗珠给消，哎、欸，木珠给消掉好了。王冠是什么技能啊？有人知道吗？我现在没有打到王冠过。巴戎适合打王冠吗？嘿，哇，木珠真的很多哎、欸，糟糕！为什么不带柯雷哦？因为柯雷转出来的新珠不固定啊。这一队的优势在于，我们开了巴戎之后再开紫牙，那个整版的新珠盾会让我们解新珠盾会更快速啊，超快那种，有没有？超快侠就是这队啊，王冠内内盾，那怎么解？那怎么解？各位大师们可以教我内内盾怎么解？为什么他没死？木强化拼图盾哦啊！木强化拼图盾怎么办？图灵哦，图灵哎，对，图灵解哦，所以这队就达到王冠之前可以用啦。王冠就不太建议用那个巴戎去解了，因为巴戎转出木强化的，好像除了那个叫什么，哪个可以解啊？我问一下大家好了。我目前想到就是整版转强化珠的那个角色啊，可是我忘记他名字。这队其实蛮快的啊，不要遇到那个奇怪的敌人都蛮快的。哎、欸，遇到奇怪的敌人了，其实也没有很奇怪。照相机，对，同玩啦，玛雅吗？欸、不是玛雅啦，玛雅也可以解啦，但是为什么要带玛雅？完全没道理。其实我觉得发现不用带那个哎、欸，不用带紫牙、欸，因为我遇到只有一关有而已，我还以为会很多，我就预防一下。哦天哪，怎么那么多锁定的？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，一堆锁定的。王冠能用纳奇吗？好像可以耶，16、欸。我们有机会打到王冠哎，不然你就龙科带整版绿出强化珠的也可以哈。只是我可惜的是我带这颗龙科没有，好烦哦、喔。那我只能自己制造木强化珠了吗？我觉得打到王冠差不多耶，现在我要开始开爆发了。哦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克制敌人火珠啊！我刚才是乱开技能啊，那个水龙石开的根本没用。不用强化珠啊，阿红，真的假的？有人跟我讲要强化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
欸，这个血量多到我要开共鸣才打得死欸。现在开巴龙。Oh my gosh！再开一次巴龙，我们可能就过了，赶快到下一关。反正我们也打不到王冠了，应该没差吧？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一不，我的血量啊，拆盒可惜，再开，再给我几秒钟开巴龙，我就会过，可恶！好吧，算是不错啊，巴龙打进度，我们看一下打多少好了。原本是多少%啊？我记得原本是30%到90%60%的进度，我觉得 OK。